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，我叫 Harry，你们可以叫我 Harry 老师。今天是第一课，在课前我们先唱一首歌，这首歌叫《你好歌》，我们大家一起唱。数字，什么是数字呢？哎，这个五颜六色的就是数字。下面老师为你读一遍：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我们来一个一个的读。一个苹果，一个苹果。一，二颗胡萝卜，二颗胡萝卜。二，三颗玉米，三颗玉米，三，四个番茄，四个番茄，四，五个青菜，五个青菜，六。六个辣椒，六个辣椒，六，七个南瓜，七个南瓜，七，八个动物，八个动物。八，九个蘑菇，九个蘑菇，九，十个鸭梨，十个鸭梨，同学们记住了吗？好，这堂课我们就学着到这里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唱一首《再见歌》。特别棒，再来唱一遍。课就到这里，同学们再见。